大家好啊！系啊，我哋嘅朋友。我不小心插了一句口，对不起，你可以继续不？那我现在的情况呢，就是我刚进入了 C 九。其实大家见到啦，大家见到啲咁清晰、咁彩色嘅蓝色，系因为呢度系有阳光晒。咁一个老人家，即系喺阳光晒住嘅情况底下，仲依然选择系举起一个佢所一个系鲜明嘅旗帜啦，抗日口号啦，亦都系令人系一直都系对佢嘅印象嗰种嘅坚持，真系。Thank you.